他去祝福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希望大家配合，等一下你们要下车的时候请等我停靠站台，停好之后再站起来，不要太早站起来哦，很容易跌倒哦。车一边暖心提醒乘客到站下车要注意安全，因为如果不小心跌倒，驾驶的心恐怕会很痛。我无看时间啊，恁的安全太重要，恁的保得我心痛。一句心痛让乘客听了好感动，拿起手机录下这位贴心驾驶长。65年次的杨姓驾驶，平常就开台南高铁接驳路线，热心服务，更不时会广播温馨小叮咛。防疫的工作还是得持续做，等下回去的时候记得第一件事情先洗手，虽然刚刚喷过酒精，保护自己才能保护家人。被PO网获得网友一致好评，更说根本是5颗星驾驶，让驾驶长的形象大大加分。他的就是他个性看起来就是活泼开朗，平常我们在就晓得他有这种作为了。杨姓驾驶到客运公司服务2年多，自称自己是菜鸟驾驶，但却让乘客觉得搭公车不再无聊，反而感受到满满的温暖。能够遇到这款的暖心驾驶，让乘客好难忘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蔡政府关中天，言论自由已死，新闻自由已死，请立刻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。